相信各位如果有读过圣经，甚至没读过圣经，但是去过教会的话，应该都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耶稣遇到一个被鬼附身的人。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里面说是两个，那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面是说一个，他就住在坟墓里面，然后遇到耶稣了之后呢，就在那边发神经病，然后耶稣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群，因为我们众多的缘故。”英文的翻译是 legion， 军团。然后耶稣就把那些鬼赶走，然后那些鬼附在一堆猪的身上，然后全部跳海，然后全部淹死了。我们在这个 Roe v. Wade 的草案外流之后，可以看到这些左派、自由派的人基本上都跟被鬼附了一样。他们要我们称呼他们是 they 跟 them， 他们认为他们是多数的人，有不同的人格的概念。所以说，如果当时耶稣问这个 legion 群他的这个性别代词的话，那应该就是 they 跟 them 了吧？但是耶稣没有问，耶稣真是没礼貌啊，是不是？上个星期五我说到，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场战役，而且教会一定会被攻击，然后教会就被攻击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今天来好好讨论一下。我是 Ethan， 欢迎回到今天的 AI News。上个周末是母亲节，整个左派全部都疯了，或者被鬼附了。在纽约的天主教教会前面聚集了大量的杀婴儿的变态，不知道在气什么。因为 Roe v. Wade 被推翻之后，纽约还是纽约，还是会继续杀婴儿，还是会继续堕胎，他们的人生、他们的自主权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但是他们还是聚集在那个地方了，在天主教教会前面开始敬拜、赞美。我们来看一下当下的画面。那很多人说这是两面的事情啊，这是可以讨论的议题啊，双方都觉得对方是邪恶的，要讨论才可以知道谁对谁错啊。如果说你没办法确定哪一方是邪恶的话，你可以看一下下一个影片，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老阿嬷吗？基本上呈现一个半裸的状态，然后把一堆婴儿的娃娃绑在一起，然后吊起来。我不知道他想证明什么啦，如果各位了解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区留言猜猜看。各位可以想一下，这边有两边的人，有两边的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的信仰，哪一边才是坏人呢？在红色角落有一群男人站在教会前面祷告，说着听不懂的拉丁文 ，OK？ Speak English， OK？ You're in America， 你是邪恶的。蓝色角落有一个女巫戴着普丁的面具，把一堆婴儿吊起来在地上打滚，然后说我正在杀婴儿，然后她的朋友在旁边敬拜唱说，感谢神可以堕胎，所以到底谁是坏人？你现在可以想象，有人会说，对，那个女的是对的，她是正义的，我支持她，我支持她在做的事情。会有人这样子回答吗？答案就是有，而且有很多。这个世界有很多智障跟神经病的丧心病狂，认为支持堕胎是在支持正义。为什么呢？到底为什么？
堕胎跟正义到底有什么关系？答案就是支持堕胎是个反对种族歧视的行动。如果你支持生命，如果你尊重生命，你其实就是一个种族歧视。就算堕胎真的非法了，会让更多的黑人生命存活下来，黑人的人口会成长，会让黑人有更多机会，会让更多的黑人有权利，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如果你想帮助黑人的话，你就是种族歧视。In 2017, a survey found only 39% of black women could even afford birth control, and that was just at a cost of $10 or less. So I'm curious to hear from you how this loss of a constitutional right will impact the black women in your state, Mississippi. Well, abortion restrictions are medically unnecessary and based on false assumptions, and they are part of a broader political agenda that is racist, based in racism, xenophobia, and designed to exert power and control over pregnant people's bodies. And so protecting abortion access is essential in reproductive justice, and it's even more urgent in states with limited access to abortion like Mississippi and Texas. 首先，我想在这边先提一个题外话，就是你看那些左派的人，特别是那些支持堕胎的那些心理变态，有的时候真的是内心的邪恶会彰显在他们的外表上啊，这是一个很令人讶异的一件事情。目前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研究报告显示出来，就是中文就是说相由心生这个说法是否符合科学啦。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相由心生这个说法好像是从佛教的某个经书里面来的。但是我对这个还蛮有兴趣的，如果有某个科学家可以出一本书，一个研究是关于为什么内心邪恶丑陋的人长得都这么丑的研究的话，我会很愿意去读那本书。可以出一个科学研究报告说为什么支持堕胎的那些女人都长得这么丑，为什么想杀婴儿那些人都长得这么恶心。Just to put that out there. Anyway,刚刚那一段就是你常常听到支持堕胎的人常常在说的东西，他们就是丢一堆听起来好像很大很厉害的字，然后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他说 abortion restrictions are medically unnecessary， 中文翻译就是堕胎限制在医学层面是没有必要的。什么意思啊？好吧，如果说你是一个支持堕胎的心理变态，要完全忽略女人肚子里是一条生命的话，是一个人命的话，就算你这个样子说没有必要，好像也没办法解释他到底在说什么。但是如果你说胎儿是生命，生命是要被强制结束在肚子里面分尸，他的脑子要被打碎然后用吸管吸出来，这样子的手术的话，这就是一个医学层面的东西，不是吗？然后这个秃头又丑陋的女人接下来就说堕胎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是种族歧视。Michelle, I want to stick with you on this because this whole notion that, you know, women should have children, and just, you know, let the kids get adopted. Well, that's not always a safe route, particularly for black and brown kids. Black kids do not get adopted often. We have stats on it. There are often kids who stay in the system for a long time. When you look at the stats of who gets adopted, it is disproportionately white children. There are currently tens of thousands of children,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ldren in the foster care system who are just being shuttled through. So when people say that's a right, what would be your response? That's a better path for women. What would be your response?I'm all for adoption, don't get me wrong, but just like your stats are right there, the proof is in the pudding. There is no rush to adopt black babies or brown babies. Let's be clear about that. Just like there is no rush by the Republicans and the anti-abortion terrorists and lawmakers in protecting and safeguarding the life of black and brown children and black and brown people in this country. 首先他说人们领养黑人的小孩的几率比较低，所以我们就干脆把他们全部杀掉就好了。你听得没有错，他们要维护堕胎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被领养的几率比较低，所以干脆杀了就没事了。杀死黑人的婴儿就是一个比较不种族歧视的做法。有一部分的种族在领养界比较不受欢迎，我们就应该把他们全部都杀掉啊。我承认小孩在领养中心长大，没有父母要领养他们，很令人难过，没错。但是这就表示他们干脆死一死就好了吗？是这个样子吗？这就是爱，这就是包容，
我了解很多左派脑残说的小孩如果不在健全的家庭长大，没有爱的家庭长大的话，他们成功的几率比较低。但是如果那个小孩被屠杀了，他们成功的几率就是零，他们生活的几率就是零。还有你刚刚看到 MSNBC 发的那些统计数字，上面说哪一个种族被领养的比例比较高，但是他们没有放上去的是那些没有被领养的小孩的年龄，因为这是一个他们不想让你知道的数字。婴儿不会走路、不会说话、无辜的可爱的婴儿被领养的比例是 100%。 不只是这个样子，还有一个 wait list， 你要排队才能领养到一个刚出生的婴儿，通常都要等好几年。比较难被领养的都是那些六岁以上的小孩，那些父母可能是吸毒，可能进监狱，可能死了，那样年纪的小孩比较不容易被领养。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的下一个重点，反对堕胎的人都是恐怖分子。现在反对堕胎的组织的办公室被丢汽油弹，他们跑到天主教的教会里面停止聚会，一堆人聚集在教会门口抗议，做出一些猥亵的行为，他们跑到最高法院的法官的家门口叫嚣，但是我们这些反对堕胎的人才是恐怖分子。Amy, you just heard Michelle refer to the anti-abortionists as terrorists, and she has a point because the quote-unquote people who call themselves pro-life, they achieve this through violence. When you look through I'm old enough to remember that in the 80s, anti-abortion protesters began bombing clinics, threatening doctors. By 1990, 1,000 abortion doctors had quit. 84% counties nationwide had no abortion clinic. You are an abortion provider. What does this ruling mean for you?So Michelle is right, and I'm thankful to be here, Tiffany, this morning with both Michelle and Nancy. There is violence, and it is terrorism. And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recognize that it is Christian extremism that is at the root of this shame and this stigma that allows laws like this to pass, that allows justices like this to be confirmed. And this does not represent the majority of feelings and beliefs of people in this country. Everybody knows and loves somebody.Who's needed an abortion in their lifetime. This is not how any of us want people who need our compassion and our dignified care to be treated at any point in time. There's no way that half of the country should lose access to safe abortion care because of a law like this. It's time for people to speak up, and it's been time for people to speak up, and our clinics and all the independent clinics I know across the country are trying to do as much as we can to stay open as long as possible and welcome as many people for compassionate care as we can.So I want to stick with you for a second, Amy, because once this ruling becomes public and becomes essentially they kick it back to states, some people think, you know, this ruling will happen and you won't be able to get an abortion tomorrow. That's not necessarily true. They're saying this is a states' right issue. 他们说反对堕胎的恐怖分子，你有看到他们刚准备的那些新闻画面吗？他们应该是要放很多，就是堕胎诊所被攻击呀、Planned Parenthood 被攻击的照片或者是影片。结果他们只放了一堆反堕胎的人拿着一堆牌子在那边站着而已，这样就是恐怖攻击，这样子这些人就是恐怖分子。那些人是站在别人家门口吗？那些人是站在堕胎诊所前面吗？他们是去最高法院的法官家门口抗议吗？没有哦，那些人看起来哦，至少上面看起来是合法的，在合法集会上面哦。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公共场所和平的集会抗议是被宪法保护的哦。事实上就是我们的社会有一群人跟刚刚看到那位 abortion provider 堕胎服务人员，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上班打卡，杀婴儿杀一整天，然后下班回家。他们有在害怕吗？他们生命有被威胁吗？没有诶，他们还上 MSNBC 说我就是在搞堕胎，我要继续杀婴儿。他们回家不用担心任何事情，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威胁恐吓都是左派在做的事情，是他们自己在做的事情。他们遇到人生当中所有的问题的方法就是把那些小孩杀了就好。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对于反对堕胎人士最常问的问题。以下是左派神经病的节目 The Young Turk 年轻的土耳其人的节目片段。 We don't even have paid family leaveWe don't even have affordable childcare in this freaking country. Okay, and the people who fight against those kinds of laws are Republicans. And yet... What do you want them to do with their kids?
Isn't it amazing? Ask them the goddamn question. God. 来，我们来回答这些问题，这些他们觉得无解的问题。OK， 母亲应该要怎么对他的小孩？答案就是养他们啊，教育他们啊。这些母亲要去上班的话怎么办？对，那我们就应该要努力改变现在的工作还有薪水的制度跟比例啊，让一个人的薪水可以养活一个家庭啊。我们的社会，全世界在70年代以前都是这个样子。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是双薪家庭，但是还是养不起一个家？是我们的老板、我们的社会、电力公司觉得说啊，大家都双薪啦，我们就可以把这东西卖得变贵一点啊，这样反正大家都双薪了嘛，我就可以少付我的员工一些钱啊。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在二战之后，女人可以出去外面工作的时候，反而贫富差距会变大？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体系被重组成两份薪水都养不好一个家？我们要做就是改变这一切，不是吗？然后他们说啊，单亲家庭咧，回答就是我们可以不提倡离婚啊，我们要重新注入婚姻的神圣性啊，我们要提倡婚姻，而且正常的婚姻啊。他们会说啊，我就是没钱养小孩啊，我就是没时间养小孩啊，你可以把你的小孩给别人领养啊，你什么都可以做，各式各样的选择，但是你选择要杀掉你的小孩，你脑子有问题吗？有各式各样的选择跟服务，但是他们这群人就是要杀人，逃避问题，然后再合理化他们杀人的这个行动，这些动机。这个就是社会变得有多变态，这就是美国现在变得有多像其他国家。但是美国还是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是跟我一样，是愿意为了正义而战，为了生命而战，为了政治而战，为了无法保护自己，无法为自己发声的那群婴儿而战的一群人。网络上很多人在说，推翻 Roe v. Wade 会彻底的撕裂美国，为了要维持美国的整体性，我们应该要妥协。还有基督徒说，还有牧师，美国人的牧师、台湾的牧师都有，他们说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信仰强制放在政策上面，这样子会造成纷争，不合一，会分裂教会，教会的人数会变少。这个是你当牧师一天到晚在说我们要接纳罪人得出来的结果。一个小孩、一个婴儿、一个神的形象被屠杀，你觉得 OK 啊？我们要妥协。你读神学院读了半天，结论就是教会要成长，就是要包容撒旦献祭儿童的、献祭婴儿的仪式。我跟这些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很爱美国，但是美国要走在政治的道路上。如果美国走在邪恶、献祭孩童、抹灭生命、杀死神的形象的道路上，被毁掉，整个分裂也是应该的。我们保守派拥有枪支，支持持枪权，支持圣经，支持自由，支持婚姻，捍卫家庭。那我们保护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要保护的是美国吗？还是美国宪法代表的东西？推翻 Roe v. Wade 会引发内战。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还有什么事情是比保护孩子的生命更正义的？还有什么事情是比保护那些还不能说话的孩子、还不能行动的孩子被屠杀更值得抗争的？很多人认为说我们应该要去乌克兰保护乌克兰的人自由，美国应该要派兵去台湾保护台湾的民主，去中东保护女人的权利，还有什么美国国家利益、石油、天然气、美国国际地位、美国的整体国力，是吗？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保护孩子的生命、保护女人的心灵、捍卫家庭的完整、保护无辜的神的形象不被屠杀是最重要的。 Nothing is too great, no cost is too great。 美国分裂就分裂，美国内战就内战，我们如果不为了基本的正义而战的话，那我们干脆直接放弃跟左派一起下地狱算了。但是目前这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战争，枪对枪、炮对炮的战争，现在还是一个文化的战争。不要以为我是在教唆大家去拿着自己的 AR-15 去干嘛，不是的。左派用了五六十年占据了我们的政府、教育、娱乐、媒体，改变了我们的法律，改变了我们的思想，甚至侵蚀了我们的教会。他们没有开一枪，
他们没有发动战争。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用正确的价值观跟符合圣经的正确的想法去夺回我们的国家，而且我们不能害怕。如果 Roe v. Wade 真的被推翻，他们真的跟1861年一样，为了要杀婴儿来发动全面战争的话，我们要准备好，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去保护那些无辜的生命。 Nothing is too great and no cost is too great。 教会千万不能再害怕，教会千万不能再妥协，因为没有任何的战争会比为了保护无辜的孩子不被屠杀更值得开战的理由。要把那些邪恶的 legion 赶到猪圈里面，让他们自我毁灭，这是耶稣做的事情，也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Ethan， 更多美国情报请持续关注 AI News。